车大鼓以及最佳黑白大鼓。好，评比结束之后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。然后这组鼓，就是主题是蛇，然后下面这边潘雅就是般若，你们看得到吗？这边两个帮我架上去吗？还是这样会看得清楚吗？好 ，OK。我们刚才讲潘雅，刚好在这地方般若。好，这个我们腿部的这个参赛者没有非常多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请最佳彩色大鼓现在来报道。最佳彩色大鼓现在来报道。好，我们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可以在台下。